都是那个，都是这拢是海平吼，啊，然后吼，啊，才给对外围吼，对外围给围海提起来吼，海提甲围起来了后，给才甲对做迄个叫做保护起来，啊，然后才甲对外海抽沙入来内底安尼，啊，才整地，才搁整地，啊，才建厂安尼，就是安尼。现在就是安尼，啊，它有那个，八南北吼、哦、有八公里啦，南北有八公里，啊，那个东西吼、哦，东西吼、哦，咱对这边徛咧，这边咱即马向这边是南边，啊，这边西边，这边东边，这边北边安尼，吼、哦，恁安尼看有啦吼、哦，北咱的，这边北边，这边南边。啊，这边西边，这边东边安尼。啊，即嘛，海域就是在，台湾海峡就是在这边，就是西边。啊，咱这就是西边。啊，即嘛，这个改卫星海堤甲围起来，然后再对海底抽沙起来，啊，抽沙起来，啊，就南北有八公里吼，啊，东西有四公里，这样子，四八。应该是3200，应该是3200。但是他们写的是2255公顷啦，这样子哈。啊，咱就去看这边。这有一个有，就是这是阿妈公园吼。现在咱北平去就阿妈公园，阿妈公园还佫去吼，还佫有一间，这还佫有餐厅，包就是一家。拄只恁迄个伫遐食饭，甲你讲吼，会当一家食饭，就是因这有餐厅部吼，餐厅部餐厅啊，餐厅部吼，啊有员工伊的宿舍，他们的宿舍吼，就是这栋就是宿舍。因为吼，搁高级官员、高级的迄款的，因若来拢伫住伫即间，一只咧休困安尼。啊，他们不敢再住在这边啦，确实是。你讲了，听你讲，哦啊，他们里面的设施吼，啊，这阿妈公园吼，阿妈公园，好来，叫阿妈公园。阿妈公园，咱即马再来对啊，对。阿妈公园就是，这栋是行政大楼吼，白宫吼，啊，这伊个厂区内底吼，内底拢总54间厂吼，54间厂，即我印象中有54间个厂，啊，拢总有烟筒大小机，拢总有400几支个烟筒吼，啊，这哦啊，这个就是伊个工区吼。啊，麦寮港吼，麦寮港，啊，这就是讲吼，麦寮港它，等一下，我再看是毋是搁，再搁甲恁做一个说明无？麦寮港吼，甲台中港吼，咱麦寮港遮是，伊是工业港尔，目前是伊应该去做的，因台塑家己做的吼，伊工业港，伊有476公顷，476公顷，啊。台中港是487，台中港487，较低咱遮低几公顷，476啊487，啊咧，伊台中港487，啊咱伊台中港才20公尺深尔，咱遮有24公尺深，咱麦寮港有24公尺深，会当30万吨的。30万吨的下款大船会当出入安尼吼，30万吨的大船会当出入伊这个港，伊家己咧用的啦。伊这是咱对遮是过去台湾海峡，台湾海峡的迄个景吼。啊，这伊的厂区吼，这伊的厂区南北的厂区内底就是
密密麻麻，然后那个灯光就是他们的厂区哈，就是灯火通明了哈、嗯。晚上哈、啊，啊，晚上拢通明，拢假睡安尼哈。啊，这几位的六亲厂区哈，六亲厂区就是一家，哎，这就是六亲厂区。啊，这是嘉南平原，嘉南平原，这是对，这翕过来哈，翕过来看到这是嘉南平原，在。这是嘉南平原，哈、哦，南平原，哈、哦。龙江位于山区的。哎。这里面多平哦，这边的这么多地域的啊，太平的话，我是民国83年吉川的船长啊，民国83年哦，啊，头脑我已经老人家了，哎，老了，也73岁了，73岁哈，73岁哈。啊，这是台湾的地图哈，那你咱看到的哈，啊，这就是哈，你看看哈，什么？这就是，伊这就是哈，工业区一只哈，伊这就是伫这个台湾海峡这个边啊只哈，伊的粗砂造路的，啊，起来建厂的哈，这是哈，啊，这以后的计划要搁这地哈，直接是。这一个，这是浊水区哈，西里出海口。这是有叫浊水区哈，浊水区的南边，哦，是这个六亲厂区。啊，这条是虎尾溪，这条是虎尾溪，这条出来哈。啊，虎尾溪这个准备要过这边，要过再第五第五期的哈，准备要过再。要再扩建哈，扩建他们的厂区就是这边哈，而且咱来当看地图，就当了解讲哈，这确实就是啊，伫这中间的时期，他们的那个粗砂造路就是这样子建起来的哈，粗砂造路这样建起来的。好啦，咱去看这边。等下，咱会对遐去看，可能看袂着啦。你可能咱我等下我带恁过遐遐，对伊个外围看下。伊这对遮入来吼，伊这港吼，伫即个靠伫上南边迄边，伫个厂区吼，啊，这边啊遮，而且有476公顷，476公顷，但是伊个深度是24公尺，24公尺，啊伊。大中港是487公顷哦，啊，才20公尺深尔，所以讲哦，比咱遮比大中港比遮较浅吼，啊，伊这完全拢伊有家己的，伊拢家己的厂区内底，伊有船吼，有我记可能像有40几只的船，家己有40几只的船咧出入安尼，啊，一年的吞吐量吼。有七千万的迄个吼，个公吨，诶吞吐量，他们有这样子吼。咱食还阁比有到大中港还阁较济，伊敢若仅次于那个高雄港吼，仅次于高雄港吼。啊呢，这伊这是伊这拢完全拢是载炭吼，啊一寡废物啊，伊就。遮货物比一寡油啦，拢完全拢就是拢对遮出入，拢对即个台湾迄夹这边遮入来安尼。啊，伊吼会当停伫即个外海，即个外海的外面遐。啊，伊这是迄个叫做，伊这一粒吼，这是碳层，在伊伫咧储存那个大船入来吼，然后伊即个吼拢。下底的这个，拢入去伫这个仓库内底，啊，仓库内底咧，然后要送到国厂去吼，拢用迄个空杯啊，怎啊直接送到国厂去安尼，拢无伫外面，啊，拢无伫外面吼，啊，这你看，伊这就是伊的，或者南美发电吼，伊这发电厂的吼，伊这发电未了发电厂吼，
为了发电厂就是安尼，啊，会当卖予台电的，伊拢发电起来了后，拢卖予台电的去。啊，啊，咱会当讲帮助台电的哦嘛，会当讲消化真大，消化真大安尼吼，伊卖，干那即个发电的吼，会不得了。那伊有四组吼，四组的即、這个，一组有600,000瓦吼，啊，四六240吼。伊有四组，啊，即摆毋知有搁增加无，我是毋知影啦。啊，就四组吼，四六四六二十四吼，四六二二吼，交过来看。啊，即拢是除油槽，伊即拢拢放伫个土下底吼，除油槽吼，伊即拢燃料吼，还是啥物，伊拢完全拢是放伫个。放伫个土下底，压伫个土下底台咧，台咧啊，然后吼，才要搁出口，还是讲要卖予台湾，伊才直接才抽送走安尼。啊，一只伊有所生产的物件，拢载去，拢是咱台湾拢伊生产的物件，这是石化工业嘛？石化工业爱就是拢完全拢是拢载全省吼，拢伊种用油罐车咧走。用油罐车咧载，伊拢油罐车，咱等下拢会拄着，伫路个拢会去撞着因个车啦吼。啊，这是因个吼，这个塔座吼，会制作就是头一个要起这间厂个时，就是在啥物要油要做啥物，反正伊这个塔座制作吼，哦，这就是这间就是上大兴起个。上大兴起的物件吼，一切就是安尼吼。啊，咱等下吼，伊这内底咱慢搁去甲看，因为这咱安尼尔。啊，等下我拄再搁加强说明一下，来紧，等下咱再搁看。啊，咱就先讲来这几个，就个这大都放到这个桶里面，还有这个。让我们照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是医院。这是医院吗？嗯，那个长庚医院、云林分院。哦。在录。